今天这一集又是金管干，他们说要上文化部的 logo， 先上我脸上。为什么要上文化部？文化部有补助啊，他们也要核销的。反正先上在我脸上两秒，会有文化部的 logo 在 in my face。是 on my face。如果 in your face 就会进入你的毛细孔。I don't give a fuck. They pay me. They are boss. They boss 啦。boss 老板。老板。老板好。我是日本人OK美丽有反应，看我的反应，有主有音，有主观又有反应。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一个喷？是不是那边有门啊？有干。失忆啊，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看一下啊，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你不是转头看就好了吗？你管我，我不喜欢转头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石灰在那边。对，你转头看就知道。转头看就可以知道了吗？怎么可能？看，哇，真的耶。哇，那边有一扇门，我身后有一个喷水池，你看到了吗？看一下，那一个喷水池。总之，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阴森的感觉的一个朋友家门口。阴森是什么感觉？阴森是什么感觉啊？没事。啊，总之这边有点阴森的感觉。然后，啊，这边真的很阴森，又没什么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灯，那暗暗的就只有朋友家门口有亮着一盏回家的灯。那今天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看，这首歌是黄轩 Yellow。 哦，我跟你讲，黄轩是一个长得很时尚的 LC 小哥。这个是黄轩的照片，这个是 LC 小光的照片，有没有？ LC 小光就是有点街头感很重的黄轩，黄轩就是时尚有型的 LC 小光，有没有？你也加入他们这个？没有，不是光头的问题，跟光头没有关系。黄轩很强的是他在唱歌的时候，他会有那种灵动摆动他的下体，他每次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就跳跳跳，然后甩，然后甩完之后再给大家打一个全垒打。打什么全垒打？他会这样抖，然后去做一个动作打全垒打。我以为他唱完会找一个人打全垒打。怎么可能？你以为他是棒球选手？黄轩不是这种人啊，他就是会摆动他灵动的香肠，灵动的香肠就是晃啊晃，两个蒜头也在下面抖啊抖。吃香肠一定要配蒜头嘛，对不对？香肠吃一次不啊，我就吃蒜头喽，这样的。概念是这样子，笑什么啦？香肠吃一次啊，配蒜头啊，那种甩蛋型的艺人。你叫人家甩蛋型艺人，他们就是用甩蛋来制造他们的态度。朋友，你们有看过黄轩表演吗？他会这样唱慢歌的时候会这样唱，然后他唱快歌的时候会这样你那是两只舞蹈。但是他没有边唱边甩，他是在唱的中间停下来甩。对，这个有差，有差有甩。我找到差异了，觉得很爽啊。对啊，有差有爽啊。有差有爽。我们光讨论黄轩就整齐这样子哦。聊了那么多黄轩，今天就来听他的最新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饥饿》。来哦，我们要听歌喽，黄轩这首歌《饥饿时代》，OK， 来，哇，八字，前面一个八卦阵，哇，八卦阵完，哎呦，光头完，哇，光头完坑坑响，哦，看好恐怖，Hunger Game， 啊，哇，好恶哦。这个跟张武那个拉的比较，张武的比较恐怖。我这边有互联结，你可以去看一下。在别人的买广告到付别人的链接，看一下啦，这一项倒的。来 ，OK， 我记不得。哦，我躺在地上，哦，娇喘，都是水，哦。
片飞舞摇动着时光的祝福似的河流。哦哦，落点了落点了，好看啊。哦，哎呦！啊，光头马拉松哦！光头马拉松应该很快才对。哎，怎么这样说？风阻比较少。哎，风的阻力嘛，你就直接切开。风切哦！对啊，到时候光头都破风手是不是？破风啊，这骑过去了。光头这么好笑吗？光头不好笑。对啊，还是风切。没有阻力哦，没有风阻，风切头，好痛哦！这样子跑，差点跌倒哦。哦，贾浩君，光头贾浩君哦，他也在这个里面，所以一开始 MV 就是说这两个光头的爱情故事嘛，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继续 play。哎，又是贾浩君。打钱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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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搏击耶！弯刀嘞！哦，这个 bass， 这个 bass， 呜、哦！光头被摸了，光头被摸了，呜、哦！光头很享受哦，哦，手又湿湿的啊！贾浩君爽到躺在路边，哎呦，怎么会这样子？贾浩君被摸完，然后下一个画面是一个人手湿湿的，然后贾浩君躺在路边。这种蒙太奇的剪接方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哇，贾浩君气了这样子，太爽了，一定是这个样子。天哪，光头的反光真的是很牛。拍拍身上沾沾，哇，他的衣服穿起来好像那个《恶灵古堡》上那个追击者哦。他找了几个光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找了十个光头哎。他去哪里找那么多光头？可能是有光头的力中介吧。为什么他不找你这个光头？哎呦，哎。他现在不就找到我了吗？他没有找我去演，但他找我来做 reaction， 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光头，而且找到一个有知识性的光头，看到了没有？长得又好看，看过爸爸，你还不来找我吗？黄轩找了 ，Sea Voice 找了，文化部找了，你还不找吗？不找现在就傻了，等我再涨价喏，是的，好 ，OK 哦，我们继续 play。哦，贾浩君又看到你了哈，我、哦、看真的好多光头。加他十一个，杜哀杜我杜哀，没有眉毛哎，怎么会有人没有眉毛、啊？还是其实有，只是化妆化掉，还是他平常？屁啦，他平常这样给你看哦，醉了吗？便利商店买东西，你贵宾美食。Wonderland， 啊哦啊，哦哦哦。哇，我靠，好恐怖！看天空，哇，一堆光头排在一个八卦阵里面是怎样啊？灵童要做法了是不是？这样一圈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怎么越算越多人？哎呦！算不起来，好恐怖哦！那个吉他收了，呜！夸张，好大个巴雷！哎，终于有头发的出现了。哇，他们在干嘛？他们这样围在一起干嘛？在玩梅花，梅花几月开？对啊，你也玩过吗？没有玩。你没有玩过？没有玩过。你有玩过吗？我听过。你有听过？啊？你有玩过吗？我好像有，但我忘了。哈，你有玩过吗？啊！这游戏就是一个谁啊，在中间他是鬼，
然后呢，外面一圈的人会围着他走，会喊梅花梅花几月开。我是听到荷花啦，啊，所以也可以菊花菊花，反正就是一个也可以也可以，你想要什么花就什么花，你也可以用到菊花，好不好？菊花菊花，菊花菜花千万别。然后外面这一圈。不是鬼的人会讨论出一个月份，中间的人开始猜，答案是五月，中间的鬼说五月，大家就会说五月花儿朵朵开，那就跑走了，那就变鬼抓人，就变鬼抓人了。啊，那为什么前面要几月开几月开？不就只是要鬼抓人吗？这是一个 opening， 但前面这段是不是没有必要？有啊，啊，这个就是游戏好玩的地方，大家就是想要一起在那边喊说梅花梅花几月开，啊，中间的人就会说二月，啊，猜错，他们就会说二月不开几月开，啊，中间的人就喊说五月，五月中了，他说五月花儿朵朵开，大家就开始跑跑跑。跑到一个定点停，那鬼站在中间就会说：“好，今天我要抓你小恶魔，我就喊几步会踩到你这边。”大富翁吗？林哪嘞？我在跟你讲，你还在讲大富翁，你哪样嘞啦？你们现在的距离，然后他会跟你讲还有几步？对，我要测几步可以抓到你。前面先猜几月花开，现在要猜几步抓到人，这是一个侦探游戏。现在林北在跟你讲规则，对不对啊？你一直质疑我，林哪的啊？你怎么不自己去发明游戏？我跟你说梅花几月开，你跟我说侦探游戏，林哪的这节目安怎做？你看边的人有什么问题？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东西，你们在那边笑。新口音还要炸，现在就是在讲梅花几月开的东西嘛。When open flower， 整首歌唱多少？现在3分29秒，算蛮长的。这首歌6分钟 ，half 而已啊，进行到一半而已。那整集都在笑，说你们怎么尊重观众？观众朋友等得好累哦。有人这样说吗？上次说故事的时候笑很久嘛，他就很生气啊。他说整集我就看到已经半集你在笑 ，Why you laugh so big？ 你为什么这么笑这么大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One people, two people, three people, now have five people. Five people always 笑，笑笑笑，笑什么？我的宽博啊，亲家林啊嘞。什么？上次笑我的错？上次如果没有休息800 800打了，我就不会笑了嘛。我讲雷林北都白笑咩？干你！哦，笑笑笑，我讲要干我娘！干！超痛！都会听啊？要看达特无？看达，看得超爱。等你们笑完，等你们笑完啊！我是没差别啦，我就坐在这边啦、啊，我做我的 reaction video 啦、啊。啊，干！哎呦！大家冷静哦，游戏规则讲解完，我们要继续 play。哦，就刚刚梅花梅花几月开？上面有一个人在，一个有头发的人在看他们玩梅花梅花几月开，那个一定是老师。呜、啊！吹喇叭！哦，有人在吹喇叭呢。哦，这样吹，这样吹，哦。哎呦！啊、哦，黑色的水流下来哦。
哇，怎么会关头关到冒烟啊？怎样？哇哦！哦，没，真的在往这里啊！他真的在往梅花梅花几页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老师走了，老师不跟他们一起玩。哦。拉到这点暂停，他的每一个关头都有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七个、八个，哎，怎么又变九个了？哎呦，这个废墟感觉很恐怖哎。那是废墟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隧道？他们可能是为了拍这部 MV 特别搭了一个景出来吧。哇，好有钱啊！很有钱啊，这盖出来的。你看他有钱盖大楼，然后还有钱请我巨作，这就是旷世巨作啊，屌屌，超屌，OK 啦。好啊，这种无聊的梗你要讲啊、哦、我就只能讲哎呀呀门子的糖果爸爸追末世杰森医院杰森医院杰森林哪里啊跟你说修个弟弟你干嘛去 hospital 这是公狗呢没当公生酒的啦最潮的音乐社群，用 App 可以下载哟，自由创作，随时上线。越听越炫，听见好音乐，随时给你及时的排行榜。音乐分享不间断，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孤单。时尚简洁的播放器，还有漫游电台，随时可以听。Yeah! 每日举办每这是日还月？每月。你娘嘞，你的礼物够歹诶，看拢看无。每月举办 ，The Next Big Thing 大屯登山，让音乐人登上音乐舞台的好起点。广告结束，文化部 ，Thank you 哦。哦，闪亮光头。哇，罐头跑步！啊，跑步的罐头啊，八四罐头啊，八八的咔咔，六合同组合死！呀呀呀呀呀呀！越战，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呜！哇，冲撞的关头哇，好像一篮鸡蛋。哇哇哇！头上流水，水流出来，哦，一直在出水，一直出水。哦，老板出水，那结战喽。今天这部影片我非常的喜欢，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呢？梅花梅花几月开，抛剁关头贾浩君，神秘女子吹喇叭，超大八卦剑 LC 小关屁事到底看他屁事这首歌我也荐给你。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顺便追踪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最后，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意见，或想看我对什么东西提反应的话，请在我的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